天气啊是越来越冷了，冬季驾驶安全也是老生常谈了，但是还是要谈，安全第一嘛。这次汽车之家驾控体验就让我实地的体验了一把。除了下赛道，主办方还安排了外场的体验项目，为了让大家感受前驱、后驱四驱车型在冬季湿滑路面上驾控的不同点，场地还经过了洒水的处理。在中国北方啊，关于冬季驾驶这件事儿啊，有三大必须，那就是必须慢啊，必须冬季轮胎，必须四驱。在冰天雪地驾驶呢，光车速慢呢是远远不够，你还需要做到转向慢、刹车慢，总之一个词儿，别着急。再有啊，冬季用冬季胎啊和不用冬季胎的效果啊，那可是天壤之别。二三十年前，在没有冬季胎的年代，大家是怎么应对极端路况的呢？很多东北老司机的解决之道就是每年入冬都换上一套新的轮胎。先说前驱车，由于前轮载荷较大，在冰雪路面行驶呢，也会出现转向不足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推头。如果是在弯道中啊出现推头的现象，不要着急啊，不要惊慌，保持冷静，轻踩刹车，把速度降下来，同时啊把方向盘慢慢往回打一点，让车头回到你需要前进的方向就行了。后驱车在冰雪驾驶中啊极易出现转向过度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甩尾。在弯道驾驶中，如果车辆出现转向过度的情况呢，相比前驱车的旧车技术难度啊会高一点。首先同样需要保持冷静啊，反打方向让车头甩正，然后再往内打方向，最后扶正。如果没有失控旧车的经验呢，这样的步骤呢可能需要反复几次啊才能调正车头，是比较危险的。由于四轮都具备驱动力啊，因此呢四驱车相比前驱和后驱啊都会更加稳定。不过呢四驱车在起步时啊同样需要缓加油门，动作轻柔，这样才能保证行驶的安全性。车辆在制动时呢需要与前驱车采用相同的刹车动作，不要过激啊，依然需要保留好提前量，防止追尾前车。在弯道行驶中啊，四驱车虽然四轮都有驱动力，速度过快仍然会出现失控的状态，因此也同样需要降速过弯啊，不要盲目的相信啊电子系统。